我的教主，我希望超弦可以有更多人来这里拉琴。音乐是能与任何事最好的沟通方式，音乐是美好的事物，音乐是一种享受，我希望可以进礼拜五的团。音乐是伟大的指引，我希望长大可以当一位小提琴家。音乐是可以让心情变快乐的事，希望考试都能100分。 Merry Christmas。 音乐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记忆的累积，能使我们感受到温暖，使心灵得到治愈。希望大家可以享受音乐，让音乐这个无形的东西能在心中化为有形。希望各位热爱音乐的大家可以一起用音乐来传达爱。音乐是我无聊时的玩伴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音乐是我一生中最好玩最有趣的事情。音乐是一种快乐，希望我可以考第一名。音乐是可以抒发自己的心情，我的圣诞愿望是可以把小提琴拉得非常好听。音乐是很让我快乐的事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音乐是让我远离压力，专注于当下的好工具。音乐是一件快乐的事，祝大家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、心想事成。玩音乐是快乐的时光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音乐是美好的体悟，也可能是痛苦的成果，就看你多用心的看待它。音乐也是爱，是爱人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。在基金会学到很多音乐方面的技巧跟视野，我常常带孩子上课跟参加活动，他有很多的感受，这些感受都变成很多的感动，也成了很美好的回忆。所以在这边呢，建议各位亲友家长们常常带孩子来上课跟参加活动，那参加活动之后，这些画面都会变成你永恒的回忆。谢谢老师们的辛劳，让我们享受音乐的美好。希望大家能够爱护这个优质的环境，多多支持，让基金会能够长长久久照顾更多的孩子。在这边祝福大家元旦快乐、平安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超璇给我们这么优质的一个环境，我们从不认识、不熟悉，直到现在的蜕变，不管是小朋友在音乐上的稳定性、个性上的稳定性，还有我们家长之间的相处，一直都是在进步，非常的好。到现在都还是非常感谢超璇，辛苦了。希望我们未来超璇呢可以继续发扬光大，谢谢。